里克维尔距离科尔马13公里，从科尔马开车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到达。小村庄面积不大，周围环绕着葡萄园，这里出产的葡萄酒品质卓越，使它被称为阿尔萨斯葡萄园明珠。多尔德是里克维尔的标志和大门，它修建于13世纪末。在阿尔萨斯语中，多尔德的意思是最高点。整个里克维尔小镇呈圆形防御式建筑，四面都有入口。前来观光的车辆必须停在城墙外的停车场。城里面由一条主要的街道贯穿整个城市。有观光小火车在这条街上来回穿梭。不过，大多数游人还是更喜欢步行游览，踩踩光滑的石砖路，逛逛市中心的精美小店。在钻到横七竖八的巷子中，进一步探索这个可爱的小城市。